家人帮我平安，这边很美，我跟同事玩得很开心。人有两颗心，一颗是贪心，一颗是不甘心。你们想要的东西，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，但在我这里可以。我不干，放我回去。 是烦心了，风险比贩毒小，利润比贩毒高。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了的。他们不怕你赢，你以为那么多钱，就怕你不玩。精彩的来了，你不要再相信他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三，我帮你完成业绩，你帮我出去报警。 到底是谁想要毁掉这个？一，是那帮人贪，不是我们贪，真的很需要钱。我也想。阿爹，他们是要命！快点走啊！闭嘴！第一次不三代，黑妹才能不失败。今年的流水已经超过了6000万。 接下来我要讲的，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。